关于恋爱，可以把它分为五个阶段：在意乱中看见对方，然后怦然心动，这就是邂逅期。然后你们会情窦初开，进入热情期。嘿，你看我有没有哪里不一样？头发吗？连我换腮红颜色都不知道，你是不是不爱我？你们的恋情就像夕阳之吻，稍纵即逝，进入怀疑期。上次看夕阳，连吻都没吻，什么夕阳之吻？对方的任何行为都感觉失望，进入失落期，总是有一些调适自己的微醺之夜。如果还没有分手，你没有酒后乱性，你路上找个夜景，不小心之类的话，你今天的气色好像比较好。因为我用 Maybelline 气垫腮红啊，它会随肤质自然调色哦，所以这是我的专属色。怎么样，想不想要用用看？嗯，不用。噔噔，恭喜你进入新世界期。口红，口红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亲，不亲，不要。